嗨，你好，非常感谢这次能够作为龙鹰榜的 sponsor。 我们作为 Get Images 一直以来我们就是对整个创意界或者是跟创意有关的活动我们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在广州也看到了很多创意的人，那么也都是一些精英分子，包括一些广州最一些元老也都来到了，我们很感谢，所以 Get Images 很感谢。那么我们 Get Images 一直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最重视的就是和客户的沟通啊，和整个行业的沟通，包括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客户等等这一些方面，作为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整个一个活动来讲，我觉得提出一点小小的意见吧，我觉得是不是以后能够可以就是说找一些不一定是非要做广告的，但是会对我们的广告，会对我们的创意带来新鲜血液的，会有一些帮助的人来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发言，一起来讲讲，这也许更多的会对我们的这样的活动呢会更加的有意义和更加的有创意，更加的与众不同吧。然后